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你就得问你最亲爱的小白脸，你是保姓刘的，还是要韩小姐？你自己选择。我女朋友跟这个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就等着给韩小姐收尸吧。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谁他妈敢动？ 小子，你不是在红岗吗？干嘛一个人悄悄跑回来还带着枪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过来杀掉你。杀我？有那么容易吗？ 东方，你胆子够大，你敢算计我九爷？等等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曹东方有消息了。喂，送我去机场。什么？去机场，你没听见啊？ 东方，你还有什么话讲？我当然有。刘亮确实和我在荷兰监狱一起待过，他也知道我们的一些事情。可我当时一直在里面，我怎么可能和他一起合谋算计您呢？还狡辩？那你为什么来杀九爷？我是来杀你。胡说！这些年你一直为了阿丽在暗中算计我，我就不能来杀你？ 告诉你，曹东方，你少拿理给我说事儿。我当然明白，你明白就好。阿坤他们没有搞定文武，我想九爷应该明白，文武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我们以后还要在大陆发展，文武以后还能够用得着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断了后面。所以阿西必须死。我看你是怕了，你要是怕了，就说你怕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。你在荷兰追债的时候杀了刘亮的亲兄弟，我告诉你，东方。 我这辈子杀的人多了，我记得刘亮的哥哥是谁？你不记得人家可记得清清楚楚。九爷，要刘亮的命很简单，可要是把他逼急了，钱没了，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跟刘亮谈过了，他可以把那笔钱吐出来，但他有个条件，那就是阿西必须死。九爷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你怎么样才能让我相信？杀了阿西，我保证把那笔钱拿回来。九爷，你别听他的，他是存心报复，是不是？ 东方，刘亮是不是在等？ 失手。
我是刘亮。刘大胆子，你敢动我的钱？是九爷啊。九爷，当初我实在不知道是你的买卖，但是现在这事儿已经发生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只是想用这笔钱去买阿西的命。这一次我能帮，所以你怎么你以为你能要挟我？随你怎么想。答应你，以你的命来换阿西的命。好，等我把钱洗出来，我就还给你。你还要让我感谢你替我洗钱？阿西杀死的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我也不会帮曹东方的忙。阿四，你用不着紧张。啊，你以为九爷会相信刘亮吗？怎么样的惩罚他？按规矩，当然是一个杀字儿。不过九爷，我想等阿丽回来，当他的面亲手杀了他，好让他知道，他喜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哼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跟我没关系。东方，哼！哎，阿丽，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。我要见九爷。九爷累了，不想见。明天我会亲手杀了。告诉我，这回你救不了他。九爷，我不相信曹东方会背叛你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他的？我求求您，让我再见他一面，我一定要让他亲口对我说出来。来来，干了。哎，师傅，我记得以前跟你实习的时候，你就特别的能喝，你现在还这么能喝，我真喝不过你。不行不行，不敢回忆了。啊！师傅，我记得以前啊，你也没什么事儿啊，就往跑，到处跑。我就琢磨纳闷啊，我说我这师傅不累啊，他到处跑什么呀？他要干什么呀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是在找你那个失散多年的儿子，还是没什么消息啊？是啊，没消息，看来没什么希望了。没事就到处走走，成习惯了。看来我这辈子也就这样。哎，哎，邓处，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小子回来了，张老爷子吧，陪老爷子聊聊天，喝喝酒。哦，拿个碗。我说小邓啊，你今天找我来，不光是为了陪我喝酒聊天吧？啊，这老爷子眼睛太毒了，我是真服了你了。不过目前情况，我们陇海的缉毒形势还是挺好的。嗯，小波干的也不错。邓厨，你不要当我爸面夸我，太该骄傲了。哎，你不骄傲就行啊啊！师傅，我们陇海地理位置啊，实在特别特殊。嗯，有很多境外的贩毒集团都想拿它做跳板，进一步占领大陆市场。这两天小波办那个度假村的案子，就给了我们非常不好的信号。据我所知啊，以前就有贩毒集团企图把我们陇海当跳板的尝试。嗯，啊，我在位的时候，把他们都打回去了。但是陇海的地理位置确实是好，对，啊，有利可图，有利益的驱动，我想他们还会来做这种尝试的。啊，再说陇海周围的小岛、码头特别的多，隐蔽性极好。我说小波，这一点你就要多加提防了。放心吧，我们准备好了，让他们来吧。哎，我听说有些贩毒集团的头目是我们陇海的人呢。小波，嗯，这个迹象很值得注意啊。光我们努力没关系，看领导啊。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嘛，领导会有个全面的安排的嘛。听见没有？听见老爷子说什么没有？这领导夸你几句你就得意的不行了。为什么背着我偷偷摸摸的回来干什么？我来找阿喜算账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真的是只针对阿喜吗？我他妈说过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，你会同意，是吗？钱拿回来，才会相信我。可惜我没这机会。你再跟我说一遍，你说的都是实话。人算不如天算，真是这么回事。不过阿丽，我告诉你，我。没这事儿，为了你，我也会除掉他，这是早晚的事儿。那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啊？现在你换了规矩，我怎么帮你啊？那到时候你就亲自动手。
要由我来查。求求你了，曹东方是我的男人，要死我要跟他一块儿死，求求爷成全。阿离，我早都跟你说过，你不要以为你是我九子楼的干女儿，就破坏了集团的规矩。九爷说的对。今天如果要是放了他，九爷以后还怎么发号施令？九爷，我求求你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把钱和刘莲一起带回来。他如果把钱拿回来，他就不会杀九爷了。我不相信他是来杀九爷的。九爷，我敢用我的性命担保。他一定能把钱带回来。九爷，九爷，曹东方，你还有三天时间。谢谢九爷。背叛九爷，我就会杀了你，然后再自杀。走。走。谢谢韩记者能接受我的邀请。费总召唤，敢不从命吗？不知道费总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。我这个人比较纯粹，吃饭就是吃饭，从不夹杂其他的事物。那这么说，费总是无缘无故请我了，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了。哎，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，准确的说。算是我对你的回请吧，费总，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啊？应该的嘛，有来无往，非礼也嘛。不过，我今天是有陪客的。陪客？过来吧。
哎呀，费总请吃饭，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大口福。你呀，是沾了韩宇的光。这么说，还要多谢韩小姐了。在开局之前，我们要先解决一下这儿的问题，要不然就食之无味，不能开怀畅饮了。盈通公司的声誉你是知道的，我们不会拿信誉开玩笑，更不会不经过考察就接纳什么顾客。刘亮先生资金的来源我们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这些呢，文武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了我了，我很相信他的，你也应该更相信他吧。真的，我的话虽称不上是一言九鼎，但我不会拿法律开玩笑。怎么样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吧？服务员，上菜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！你以为我不敢啊？阿西，阿西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道你连九爷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你少他妈拿九爷来压我！那你就开枪！这是九爷给你的机票，是来回程的。我等着你回来。谢谢。记住，你和我只有一个机会，那就是把刘亮和钱一起带回来。阿丽呀，九爷问你啊，你是不是真的不爱阿西呀？九爷，我有时候就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老是向着阿西呢？因为九爷看得出你的
说我不爱他。哎，你即使不爱，为了九爷，你对他好一点啊。九爷，阿 C 这个人呢，在制药方面还是个高手啊。就这一点来讲，他跟曹东方一样，在集团是个人才呀。我们要是对他好一点，他会全心全意的跟着我们走。可是曹东方就不同了，野心很大的。不过，因为你的存在，这两个人互相会制衡的。这一点你明白吗？嗯，明白吗？明白就好啊。说实在的，九爷可能让你委屈了，这男女之间的爱情还是说不清楚的。就像环形跑道，没有出头的日子。人无完人，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就没有十全十美的爱情，更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。你走到最后，自己体会吧。说了，九爷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你说曹东方会给我拿来钱的？会啊，否则的话九爷也不会把他放走的，对吗？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放，我可没有这个耐心。九爷的意思我没明白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相信你，只要你把钱拿回来，其他的都无所谓了。都准备好了？不用看了，全是假的。假的？你以为曹东方他会放过你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救过他的命啊，他不应该恩将仇报吧？正是因为你救过他的命，所以他才要杀你灭口。他妈的，干脆我他妈跑了算了。你能跑到哪儿去啊？那笔钱对他们很重要，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他们也不会放过你。那你说我怎么办？你手上的钱能保你的命。这么说，我今天一定得去见他。钱我已经给你办好了。这是真的吗？他一定会验这张票。如果是假的，他当时就会杀了你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等他验完这张票，现金他就不放在眼里了。但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能告诉他真密码。他取不到钱，你就能保命。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你再告诉他密码，这样才能保险。
万老弟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晚上我会保护你的。你记住我说的话了吗？记住了。你的现金我已经给你存到卡里了，但是我已经扣除了我应得的部分。万老弟，你太见外了，钱放在你那儿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信任我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保管它的。好，万老弟，我还是有一点儿觉得搞不清楚，你说他为什么非要让我提出一部分现金来呢？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，他怕九子龙为了钱和你联手冻结了账户，他就一分钱也取不出来了，到时候他就死路一条了。晚上见面的时候用这个手机。钱我都提出来了，剩下的这是本票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准备明天去南美，那边我都联系好了。没问题，不过我得告诉你，九子龙拿到这笔钱，他还是要杀了你，你走得越远越好。等我把九子龙那儿处理完，你就安全了。我相信你。你干什么？你暂时用不到的。那我们去哪儿？我给你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你今天在那儿过夜，明天再说。走。这也是最好的解脱。你别这么想，一定要活下去。密码一定要收好。我知道。文先生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，我都不管，我只把你当作是我的朋友。刘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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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亮的死，我有一定责任。好了，别自责了啊！这件事的事后工作我来处理。曹东方拿走的是银行的本票，他没拿到现金，一定会和我联系。到时候我要抓紧时机接近九子龙。但是你有把握吗？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无论如何也得试一试。好吧，但是切记不能操之过急，我们的对手并不简单呐。好了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喂，喂，你干得很漂亮，我很佩服。刘亮死了，他压根就不该活着。我是替他在解脱，不是吗？你是哪种人？和你一样。我和你不一样。一不一样，以后再说。我得替我的老板拿回这笔钱，你得帮我。哼，我看你是想独吞吧。我怎么会独吞呢？得我们两个人分。哎，我要是不帮你这个忙，是不是和刘亮一个下场？你会帮的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以后你还会跟我合作。我今儿心情不好，以后再说吧。今早红岗警方报告说，有渔民在沙家渡海滩发现了一具男尸，经过检验，该死者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刘亮。据推测，刘亮应该死于昨天晚上12点左右，其胸部中弹致死。另外，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片帕萨特的前灯碎片。王队，情况变化很快，同志们，刘亮死了。我们对珍珠岛度假村特大毒品案的调查陷入了困境。我们来想一想，这个刘亮死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很有可能是被九子龙犯罪集团杀害，目的是为了那笔巨额货款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由于他的同伙由于分赃不均被打死。关键是那笔货款现在在哪儿？是被九子龙集团拿走了，还是被别人拿走了？要查清楚。还有那片帕萨特前灯的碎片也要查清楚。嗯，发一个协查通报给红岗警方，请求他们协助。请你警惕那蓝色的线。
种细细的难离。你可知道这片海哪里最浅，哪里最深，哪里暗流汹涌？